210低曝光原则。该规则规定，在任意一个给定的单项交易中，投资者都不能在该单项交易中用超出整体投资产额的2%来冒险，而投资者同样也不能用超出投资组合总额10%的投资产额在任何同类交易组合中冒险。比方说，你有一个100美元的交易资产，那么210原则在这里就意味着您的单项交易中的投资不能超出2美元，而在任何类似的交易中所累积起来的资产额也不能超过10美元。也就是说，单项交易中您的最大冒险值只能是2美元，而在位于同方向的单项资产中，您的最大冒险值则为10美元。